V 小洋装秀出性感相间，小郭雪芙、曾志熙领军师妹们青春热舞，也替时尚圈未来新秀加油打气。秀舞技甚至把大提琴都搬到舞台上，模特儿选拔赛从一万多名参赛者中刷到剩60人来 PK， 无论才艺、台风或口条都是评选标准。知道没有水的地方叫沙漠，那没有你的地方呢？叫寂寞。自我介绍都要比拼谁最有记忆点，模特儿海选进入复赛阶段，破天荒把场景拉到科大校园内，主打产学合作，像是参赛者脸上妆容都是由科大时尚系学生打造，也就是说复赛不只要选目前的模特儿新秀，也替幕后时尚团队注入心血。哦，台步那些就是我在家都会练，然后就是大家都很认真，然后都会走到磨破皮那种。21岁的品珍靠着疯狂运动练走台步，在短短一个月内大幅度进步，才能在科大场复赛中拿下前段班名次，也替正式总决赛先行暖身。记者林孟昌、李依纯 SNG 小组新北市报道。